词不用背，掌握方法快十倍。如果你知道 AY 是一个字母组合，在单词中发 A， 那么我相信下面这些单词你都会读的 A day a say w a way m a may， 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下面这些单词我来读你来写，相信你都能写。 a hey p a pay b a bay l a lay st a stay。 最后一个单词周杰伦的英文名 G A J， 留给你们咯，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。英语学习不迷路，关注 Tina 要迅速。